第十一课，他们是很好的朋友。他们是很好的朋友。生词，朋友，朋友。学习，学习。汉语，汉语。姓，姓。先生，先生。留学生，留学生。英语，英语。法语，法语。墙，墙。宿舍，宿舍。他们是很好的朋友。帕兰卡是古波的女朋友。现在他们都学习汉语。他们的老师姓王。他是中国人。王先生是他们的老师，也是他们的朋友。帕兰卡认识一个中国留学生，他叫丁云。丁云学习英语，也学习法语。帕兰卡常去学生宿舍看他。他们是很好的朋友。